这爱曾经降临过。周放，你本事不小啊，这些年屈才了啊。周放的功劳是不小，可穿这身礼服的人是我哎。哎，你看你看，我又说错了。对对对，那是我祖上冒青烟了，娶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太太啊。齐太太，您看这件礼服还有需要调整的吗？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特别的合身，就跟长在我身上似的。那就好，周放，就按你的设计图来，这个订单拜托你了。好，我这就去通知工厂，让他们恢复生产。好的。宋总，哎，周放刚才来过，干嘛？想赖账啊？恰恰相反，赔款到账还挺快。还有一笔钱需要划入您的个人账户。什么钱？他说是之前冲您借的，所以这是你们之前的过往。哪有什么过往？徐老师，打架了。同学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父母没教过你啊？别拿你哥来敷衍我，把你父母电话给我。我爸妈去世了，没电话。你是他哥？对啊。你们二位认识啊？认识。算不上。这到底是认识还是不认识？周放。有事吗，宋总？今天是我妹的问题，我替她向你和沈妮道歉。刚才在办公室，我说了一些话，可能伤害到了你跟你妹妹，应该是我跟你们道歉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是在小岛上的钱。吃饭、住宿还有手机，啊，够吗？当然够，我算过很多次，只多不少。是吗？干嘛？你想讹我？对啊。发现欺负你挺有意思的。咱别闹了，行吗，宋总？你妹妹欺负我外甥，你来欺负我，你们一家人是跟我们家人死磕到底了。该还的钱我也还了，该到的钱我也到了，麻烦你和你家人能放过我和我家人吗？行啊，认识你之后吧，破事特别多。那太巧了，我也是。我会管好我妹的。我也会管好我也会管好我自己，不再来招惹你。好啊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再也别见。